两个挨着，让那电机频繁一些停，你别用太长了。操你这哪的监控就不在这了。这是挨着吧？挨着，够挨着吧？还是怎么？只要有点风，检测我检测这里它碍事。还有这个味儿，没问题。还有这个味儿。你说，你说我也是靠谱吗？你觉得靠谱？看靠谱吗？他都没看见，他就说走浪费人，跟你影响没有关系。屁呀，没有这么亮，我没看见。你眼瞎？你眼瞎？我是怀疑啊！靠，你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是？